我们在微博上征集了一些粉丝想问凯凯的问题，那今天我们就来跟粉丝玩一个 Q&A 的游戏吧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凯凯平时是怎么保养的？笑了，平时最近没怎么保养，面膜想起来就敷一下。嗯。第二个问题，怎么样才能缓解高强度的压力？有时间就运动一下了，看看电影啊什么的。那如果没时间运动呢？看电影呢，睡觉。那明年生日打算怎么安排？我每一年的生日就是不安排，从来不过生日。想到可以陪粉丝们一起来一场羽毛球吗？没有人是我对手。什么时候开演唱会？啊？什么时候开演唱会？啊？咱们徐凯想去哪个国家旅游？一个人自由行还是一群朋友？肯定中国了，新疆，感受一下大自然。2022年有什么计划想实现的？吃饭。真的。我忍痛这一次说到做到了。收到了粉丝很多的信，信有看完吗？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？其实还有挺多没看完的，因为有些人一天写几封。还有就是别在信里面塞小公仔了，也别塞什么糖那些啊，不要浪费，写写信就好了。其实大部分在写就是怎么来到这的，然后写他近期怎么样啊，遇到什么事情啊，然后我觉得是在跟我宣泄，也不是吧，就是跟我分享他们的日常。对，我觉得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，我觉得。凯凯经常会在微博上分享自己拍的风景图，请问下一次拍风景的时候会带上摄影师本人吗？就我自己的。那怎么拍啊？养了个大狗吗？尽量吧。想问一下徐凯，能不能自己策划拍摄一次 vlog？ 不能，我很懒。想问徐凯，腹肌练好了吗？下部剧有看到腹肌的机会吗？这个东西啊，就找个机会一鸣惊人。期待一下吧，以后。很好奇徐凯下班在做什么，不许骗人的那种。收工回去洗澡卸妆，然后睡觉。看个电影。想请问徐凯什么时候会安排综艺节目？我好想听到你哈哈哈的魔鬼大笑。安排综艺节目，我就想好好拍拍戏吧。综艺节目每次都被截图，算了。想抢了2000万的粉丝福利，可以听到徐凯唱歌了。不会。Nope。 别的吧，换一个。最感动的一件事啊，一直陪着我支持我吧。拜拜了，亲们，我想你们了，你们要想我。稍等，稍等。你先出来一下，我把这个交给你。